出发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目标。 12:20，东山道打，准备搜寻。不是，这小区亮路灯这么多呢，这怎么找啊？长官，就说低楼层。霍战，回去。 各位街坊邻居们，我们是东山消防站的，深夜打扰到大家，深感抱歉。我们正在寻找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，他就在咱们小区一间亮着灯的房间里，烦请大家关掉房间里的灯，以便我们能尽快寻找到他。我们在这里，谢谢大家了。 动摇，动摇，找到目标。有人吗？有人呢？有人呢？怎么样？情况紧急，跟公安通报，准备破拆。是的。 东山道打，为发现我先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来救您了啊！您能看见吧？没事，没事啊，我们现在带您去医院。谢谢。1234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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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世界很酷。